参赛者请准备，所以我们最后还会搭一组的双人组的比赛。OK， 所以我们先欢迎十号参赛者为我们带来写不完的爱。谢谢。我们的 DJ， 麻烦你，请准备好吗？从头到尾都没有打开过，你先听听看。
那个成绩单，那我们30分钟之后我们会公布成绩。十组里面呢，我们会有6组进到今天晚上的总决赛，那我们到时候会公布，请6组准备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在这边很快跟大家勾述一下，因为今天晚上人应该会很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些工作人员请他们留下来帮我们布置一下场地。那请所有参赛。